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，每年大约有11300名婴儿在出生当天死亡。身心健康孩子是家庭欢乐源泉，但许多因先天性代谢疾病造成身体智能障碍，带给家庭社会无比沉重的负担。遗传性疾病是由生殖细胞或受精卵的遗传物质，即染色体和基因发生改变而引发的疾病，它有家族性、先天性等特点。人类基因组包含300亿个碱基，约25000多个基因，蕴含人体全部的遗传密码。基因检测能够在最大程度预知内在的疾病隐患，及时科学的干预、延缓或防止疾病的发生，为今后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点国医1台以及无线3台的天下纵横谈，干细胞与基因检测，完整一生医疗需求。